哎，他们 ready 我们好了吗 ？OK， 我 OK 了。都在吗？我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我还没开视频给他。已经开始了。嗯，接吧。Go！第一个 ban。就照常 ban 吧，就跟刚刚都一样哦，就都跟刚刚一样。刚刚 ban 啥？一瑞。我觉得二大是可以给他，他不要反而觉得他拿加流很烦。所以你意思是要按加流喽？我们刚才说伊维利亚跟谁？伊维利亚跟贾克斯，还有杰西。贾克斯先吧。第三边什么？你怕加油？你觉得加油吗？因为很怕杰西吗？没有啊，可以放啊。对啊，那就不用到边杰西啊。就已经是按加油了。对啊，按加油，按加油，加油。因为我们中路也都是偏站桩法师，加油就很烦。来 ，first pick， 凯撒吗？凯撒吧，凯撒吧。卡利用谁打 ？Hello， 台湾。血鬼吧。好啊，认真。不会被他杀，可是他会跑线，跑线会跑赢我。你们要拿什么？他如果跑线的话，会比我先到。你们要拿什么？血鬼。血鬼吗？这选你要亮血鬼吗？对，应该不用，应该先吗？先亮血鬼吗？可以亮哦，不用。我觉得可以亮布兰姆。好啊，布兰姆。我没有布兰姆，必三选吧，我先拿血鬼。好，那就血鬼，这个你后面角色有先讲。我没有布兰姆而已。布兰姆可以吗？布丁。可以啊，默你默默呢？你觉得这样下路选可以？可以，他们只能选一只啊。阿姆这样只能选一只，等下会不会我们再？阿姆不选摩根纳，等下帮我背摩根纳。啊，他们不选 AD 就法洛斯凯瑟琳。我觉得对面这场应该不可能拿斗士。他看起来就没有想跟你玩斗士啊。你这时候选二尔吗？不用，看中锋。先等吧，先摩甘娜，摩甘娜先按掉。摩甘娜看等级啊，还是要什么？看一下有什么？我看一下。我想要，他会出圣吗？圣也，他出圣也是我，他出圣也是我们赢的、啊。还是瑞空？不用坦肯奇。先按摩甘娜，先摩甘娜先按着，等一下再说。哦，我已经锁了，靠边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瑞空吗？瑞空跟坦肯奇，因为他们现在缺开战啊。我觉得那我投瑞空，我投瑟雷西，靠呗，瑟雷西是啥小？其他人有什么想法吗？我询问一下你。我觉得对面的阵容应该不会选瑞空吧？会吧？我觉得他们现在缺的是强开啊。可是我觉得他们这样阵容感觉没有到很好啊，我不知道啊，你们要决定。我反正我不要瑞空吧，瑞空吧。我们这两支不用变太多钱。那就按瑞空。嗯，瑞空吧，瑞空吧。看这手上路会补坦啊，索拉卡都来了。他补坦，我拿纳尔。有什么角色可以 gank 爆下路啊 ？gank 爆卡米尔很好 gank 啊。卡米尔、啊、来啊！先等一下。他真的选。你卡米尔是？你确定可以吗？
可以啦，真的可以，自认真的可以。我是配血，可是配血鬼的话，我前面不能打架，就这样。你就更下了配血鬼，关心个屁事哦。嗯，我是想说他如果是他开双核线的话，我们好像没办法。一样在更下的时候，一样要注意。血鬼前面会推才对吧？血鬼前面应该是会推的吧？是，他会推，他会推。他是卡密，他是阿卡利耶。那吗？对，阿卡利会推你。阿卡利一直丢 Q 就好了，他 Q 会回血啊。那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。还是让我拿塞恩，这边可能会玩那个。你有自信一点，塞恩也可以哦。塞恩有自信一点，你自信你直接选塞恩好了。塞恩，因为塞恩比较，塞恩二其实都可以。塞恩可能比较好一点。三二进攻性比较强一点，塞恩比较扛一点。附加四的话，其实我卡密尔蛮好杀的哦，配塞恩的话有机会。你缓到就是一颗头了、嗯。因为我想选塞恩的原因，是因为塞恩地形限制蛮好的。上刷。然后你们中野一定要注意看一下对面，不想不要让下路被带不到。我这场靠着下打吧，我这场靠着下打了。你们要一直看、啊。刚刚不是要杀上？没有，杀上是有机会的话。重点是你们中野要给我把右边的眼放出，你们最重要把视野给我放出来好不好？你们中野都没放眼，你们中野刚说完全没放眼的，我人都没放。你们回去，你们不管怎样一定要买一根红眼，我不管你装备是合到多好。除非你放啊，不然就是给我放，都买一根红眼。我出去，我回去是一定买两根啊，可是我插不出去啊。东武，你要买红眼，我买啊，可是都被排掉了。你插不出去，啊、你们两个一起讲，一起守啊，你们要一起动啊，不是各自去，一起去，各自去就没有那个意义了，要一起去。可是我们如果一起去，他们也一起来，我们两个二打二打不赢啊。你们二打二打不赢，那你们前面怎么一开始跟我说你们两只二打二会赢？完全没有完全矛盾。建立在没有失误的情况下，我失误啦，就打不赢了。所以你要跟他抢另外一边的视野啊。你也没有抢到另外一边。反正你们不管怎样，你们最少要做到给队友，你们一定要做到给队友资讯，不要让他们被带不到。啊，带错了，干，我忘记他是伊泽瑞尔。差很多噻。会差很多吗？没有，不会差很多、啊。就补妆的时间你要抓好就。如果要有机会，我就会去杀那个格拉斯。可以啊，后面的时候。只是我算是被 counter 的。是吗？嗯。你有自信，你有自信一点好吗？我蛮有，就没有卖哪里？我蛮有信心的、啊，只是我先讲我被扛的 啊，我就会推线而已啊。好啦，那不听干麦了。我就是准备下路，我就是推线之后有机会我就去撞那个刷卡。我们中下，我们中下，我们那个也下也是赢的、哦，他们不能进河道的，他们进河道就输了。就是会被我们秒杀那种。哎、欸，那个赵信还不是带强攻的。哎、欸，我们要不要再撞一次一等？可以啊，撞一等可以哦。血鬼站左边那个，然后卡米尔站右边。对。我们走这里吧。你走那里，我走这边。你走那里，我走这边。你这样绕。我前面一定空，因为我跟他换没有意义。然后赵信还会把我 gank 爆。卡米尔，不要出，不要露头，不要露头，不要露头吗？好，你不要露头，你不要露头。我们抢到了，抢到了。你这个眼一样，不要下出去，就下，不下也没关系。好，我过去了吗？你等。
赵信很有可能红开，所以这边应该有机会抓到人。他很有可能红开，好来来来，他红开，他红开会直接电上路哦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因为我的技能很容易推线。他没有。哎、欸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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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开红包，他们他赵信应该是上开。意识这么好，很牛逼耶、欸！他们，我们那中是不是有内鬼？是哦。哎、欸，他们进来，换他们进来是吗？没有没有，他们偷 Q 而已。可以杀哎、欸。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他们应该只是要 Q 一下而已，看他们上。只要 Q 一下而已啊。哎、欸，要不要闪现啊？哎、欸，一下我就闪。可以吗？你他没闪，他没闪。在 A 得到吗？ A 得到吗？没 A 不到 ，A 不到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各位。再来吧，再来吧，各位兄弟们。他直接踢出来了，他直接踢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他就踢这个，他就踢这个，他只能踢出来而已。中路推了。上路，我上半部可能被刷一段。哎、欸，赵信在这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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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跳，可以跳，可以跳，可以跳。我跟邪鬼先打。我被断，我被断，我被断，我被断。我在靠，我在靠。踢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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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我没有一，我没有一。几秒，几秒，讲出来，不要讲没有一。他交闪了，他交闪了。对对对对，我可能要吃他，我想吃他蓝诶，有办法吗？没有吧？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我靠、欸、我靠我靠我靠，铁鬼靠！对对对对对，我在哦我在哦，来来来来来，可以开可以开，接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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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，我没有中哦我没有中哦我没有中哦，哎他没闪他我放兵我放兵我放兵，回去你回去了回去了没了没了，没没事了没事了，好好好，我接下来是想上路回去，我先讲一下。好，台湾，台湾呢、欸？台湾呢、欸？台湾呢、欸？台湾。上路兵线现在进去，我能抢上路河蟹吗？那个科亚斯其实不能干嘛。中先推的他三等了，那不要吧？那我 中路推完之后看能不能看中，可以啦，其实可能来得及，可能上路那个河蟹可能来得及，可以啦。嗯，赵信没闪，对啊对啊，卡莉三等是没有伤害的。嗯，虽然我们血鬼也是，可是血鬼强一点，血鬼至少个二段 Q，、啊、然后卡米尔这时间点很强。对啊，我现在可以踢爆他。你们现在是暂停吗？对，暂停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可以打，就只要说是或是可以或不可以就好了，不要中间一些就是我什么什么招是怎样怎样怎样，有的，可以，你们觉得可以打就打，不能打就不要打。就是像刚不是他自己，嗯，你要打的时候就说我要打，你可以喊说我要打我要打 ，OK， 但是你不要喊说可不可以打，谁知那个画面是你看到的，不是我们看到的。了解了解了解。然后一样技能，你们技能。什么时候吸力好？要讲，你讲我吸力还没好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会知道，就你知道而已。Okay, okay, okay, okay. 就讲几秒好，几秒好，几秒好，这样子就好了。好 ，OK。哎、欸，让他们线回来啊、哦！让这条线回来啊、哦！其实赵信有可能会不跟我抢上路河蟹吗？有可能吗？啊，不管抢不抢，你就吃嘛、嗯。没有，他会一定跟你抢，他下半放，他直接旅客放给你了，他就是会往上。对啊，他下半都不要了、啊。他刚刚是直接 recall， 他不可能再往下了。嗯，因为他一定是预设你把下半吃完，然后他就去你上半。我觉得你就是守住上半就好了啦。对对对，我要守住上半。你就上半吃完，如果你撞了，然后撞在被打残了，你其实上半边也是掉了。他现在是没闪的，所以他我老实讲，他应该不太敢进的。只要你走给他看，他一定不太敢。他不太敢进，但他河蟹是大，还是应该是有很吃。开始吧，没有没有，反正就吃这个就打。对对，要河蟹要吃哦，河蟹这个要打。我可能要吃点经验上山，这样河蟹一定是我的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而且你要先往左边走。这骨头是装完海鲜饺。对啊。哦，河蟹，有我的。阿卡丽四等了，
我不能交易，我不能交易，我不能交易。那个要放眼了。哎，他们再让他们过来，再让他们。哎，阿卡丽不见，他是哦，回来了，他出来了，他出来了。不是，阿卡丽不会找你啊。好啊，这个宝塔是让人送的。我有一种我要被 gank 的感觉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他还在上班，他还在上班。他不管也没差，他是杰瑞了。等我一下，我去放眼。啊。加入要帮一下。好，我吃完马上过去。你打他吧。他们六等还没有闪，你来，他们一定会死。等我马上过去。等一下，不急，这个线还是我都放兵，你都放兵。我要回了。那我觉得赵信绝对在下半，我们真的不能上去打。应该是没有在上。等卡米尔到上来打，我们三打三也会赢。前提要等卡米尔来。马上来。有没有？来，我到，我要到了。可以杀赵信，直接杀赵信，对，可以直接杀赵信。你他妈这么演戏的吗？你直接踢他们，对。来，我缓一个哦。你还要，你还是要来哦。还要给他们压力，你要给他们压力，你要不能让他们再继续这样压了。他们知道你来，他们知道。对，你就要嘛，就从这边走出去，你往上走都没有关系，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你来，你在附近。我把这个眼裁掉，他们应该不太敢往。还在，还在吗？要直接打吗？要直接打吗？要六吗？可以踢这里哦。好啊，阿卡丽六了。没有，我跟他打，我跟他打，我帮你 A 到了。我 A 不到，最后一下。漂亮！阿卡丽六啊！帮你推吗？阿卡一消啊，他一消。哎呦！他捋了吧？他都没捋过。我们要这个河蟹有。我们没。我去帮你看看，我可以跟你，可以帮你。辅助可以跟我，辅助可以跟我。对。你吃完就捋了。不是，我吃完我要捋。跟科亚斯也要捋，跟科亚斯完全没摸。走。欸，我打往下走一波有机会吗？我现在推完没闪，对，有闪了，有闪了 ，AD 有了，还有三十秒吧。啊，辅助有没有吗？辅助有没有吗？都有，他们是没那么快，辅助没那么快，他们差不多，反正就是，反正差不多，他们刚刚是有治愈而已，他们没有开闪，有治愈。等一下，我踹一波啊，没有什么差。他没回家，他们还没回家，好像，对，有机会。那你们要上先上，不然的话。我可以留，我 W 留也可以。我距离不够，那我回去。有没有他们放兵吗？我回去。他这边刚有眼啊。哦，对，这边应该有被看到了。如果他们刚才是补出来的，他们才有可能。中消。好嘞，我先不吃我的，我等一下，等他回来。不用，我可以靠你，还可以直接吃啊。不要，我放。好。被吃掉了，那代表他在这。没事。我很惨，你可以怪帮我补个血啊，再靠我线。阿卡丽！哇，死了！抓！干，这样超亏，我交闪。你应该先走进去看。对啊。我就在想，他一定在那，好烦。干，浪费一个闪。他没点了，没大了。对吧？再吧，你先帮我推。没有红眼。在这边，不用推。你们要逼了吗 ？OK。没有，你要来。OK。现在被他压哦。这里了，在这里了。再蹲一次。这边有眼哦。我状态不好。来，一起回。
可以踢哦，可以踢，可以踢刷卡，踢刷卡，可以可以。哎，赵鑫在后面，赵鑫在，拉下拉下拉下。赵鑫在后面。啊，我被钉禁锢了。抱歉一下，你要帮我守塔吧。我觉得我一个人在这边可能会死。要守要守，没有你要守你要守。赵鑫走了。刚刚吃龙而已。刚是没闪，刚是没闪。哇！很懂那个血量。龙应该没了，龙应该没了。啊，你视野还是没有哦。你继续刷吧，大家继续刷。我跟你讲，你要做事之前就先去跟你跟你四中，没跟到没关系，把他血打惨就好。好好，给他让他没有办法跟。你逼他，你把他 W 逼出来也。我二十秒传送，二十秒。他打很凶啊，他打很凶啊，很好 gank， 很好 gank。好肥。我的蓝，哎，中路中路中路，看一下，还没打。中毁了，中毁了。这两个，这两个是打野不在，就完全不敢压的。我封切，大家控门，干。我觉得可以。我知道，我这波直接往上走，大家一起杀上，四杀一。他没闪。四杀一，四杀一。这边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眼嘞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四杀一就是大夫。好，我那有没有眼了？那我绕路喽，那我绕路，我绕后面了。对，等辅助到。哎，他退了，他退了。这里有红，这里有红眼。你推，你推，推掉，推掉，推掉。他们不知道来，他们不知道我们双人线来了。推，一直推。哎，赵信可能在这哦，他又来拆这。哎，是是，我们四个人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不管几个人，我不管他们几个人。来来，直接出来推塔，直接出来推塔。他干手就杀了、啊，我五秒大局。我艾森，你要传下还是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推二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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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看到了。我觉得拿预示者吧。推二塔，推二塔，推二塔。先拿二塔，先拿二塔，再推预示者。我扛我。先给中路可以放哦，中路可以放。他还要守。杀他，他要赶手就杀他。他没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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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没闪。冰美喽，冰美喽，先拉哦。他们没有旅游，他们没有旅游。一个回去，一个三回，我回包，我回包，三人闪回啊，可以直接闪吗？可以直接闪。中路在打哦，中路在打哦。靠背，干你、啊！阿 K 没闪。在拿龙吗？拿预示者，拿预示者。可以可以可以拿，可以换一个预示者。红一起吃吗？我吃下，我吃下，你去吃预示者。好。辅助一起吃啊，辅助！我在放眼，下来，哎，叫我来，我给你，我给你，我不敢吃下那波，那我带下。感谢，哎，还有些。其实还好，我们算赚。我们是超赚。中路啊，中路要守。好，要一起守，一起守一下。看阿卡丽有闪吗？阿卡丽没闪，阿卡丽没闪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可以跟赵鑫碰啊，稍微忍住。他们要进来，他们要进来。我很远，我吃我。我要回上，我要回上。哎、欸，他们要，哎、欸，这个，他们，
没，我要回上。没有，这还有一个，这招是一个人。哎，下路会出事哦、喔，下路会出事哦、喔。没事。要开中吗？左边没事，哦，大绝，握大绝，哎，阿凯是上车，可以，他没有烧到，他没闪，打到底，打到底，T2，先杀卡莉，哇，拉出来，我要打一直来补，哎，先过到，好漂亮。收光哦，这波可以。哎、欸，不好，拉，拉吧，拉吧。哎、欸，拉掉，师傅。走。那个阿卡，那个什么索阿卡太奶了。对啊，他把直接把阿卡一奶脚，我打不倒他。要打索阿卡。刚才索阿卡被打就没办法接伤啊。那么多胶闪，他胶闪拉过来。你们要盯索阿卡、哦，他没死很难打。我TP 守那个上了，我们要冲铁鬼降治疗的吗？铁鬼跟卡米尔一起冲索阿卡吧，他一定要死才对。他比那个他比伊泽瑞重要。好，来慢慢来，我会越来越强。那么我们后期会越来越强。预示者时间剩三分之一，我50秒大绝哦。等血鬼11等，大家11等之后来一波中路，你先拢，你就一直发育吧。好。手阿卡没闪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他们都没闪，他跟阿卡丽好像也没闪了。要出个降治疗，我对啊，要出降治疗，我不太能出，我这条是不。出啊，我出啊。黑魔吗？反正那个血鬼跟卡米尔就去冲卡冲那个索阿卡，然后剩下两个跟我打第一个就好。对，我跟塞恩保 AD， 啊你们两个一定要去冲索阿卡。我 all in 索阿卡，我下一波 all。哎，你没闪，你这样走有点危险。哎，我意识等要没了，我开中吗？中啊中啊，我刚说了，十一点中上都可以过来。好，开，这波中路靠。阿卡莉亚在我这，阿卡莉亚那伊泽勒，伊泽勒，阿卡莉亚在我这哦。可是他靠，我觉得你们撞完就差不多退了吧。退得掉吗？能拿得掉吗？哎，不要硬打，不要硬打，走。不要硬打。好，先排眼。这样。好。先换我们可以打了，我们上下线，上下线是优的，换我们 B 哦。哎，阿卡丽，我这阿卡丽。哎，可以吗？慢慢来，他们全部人都在啊，五打五。哎，这里有。他们上路很，哎。他们上路很烈。阿凯要去收上了，等阿凯丽一露头，上人就可以撞了。对。来，不太好，太深了。还好吧，你塞了呢。没有，这位置本来就没有。我要收下路，再去收下路吧。收线。啊，我们就说前期比较烂的啊，我们还这样开。对。其实我觉得中路快守不住了，各位。哎，这波放吧。如果他们要压就放了。你有一把。不是，右边有人哦，你有看到吗？他们走了，应该可以守吧，他们走了。哎，他一上来是。他右边有人，哦，我知道。哎、欸，阿卡丽，哇，
哎，你没车。我没有船了，我没有船，我没有船，我没有船。阿卡伊太猛了吧？还有得打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没有换阿卡丽，小可惜，我刚没摸。哦，我的红也掉了吧？阿卡丽从左边出来了。嗯。我觉得我们的控制没有很好，所以阿卡丽发挥会不太好。啊，没关系啊，他们现在抢四期啊。哦，输太多了，看能不能。把 CS 能够收就有收啊！他们一整已经200刀了。啊，他们那组我是压刀。现在一的超强哦。要不要推上？那就我们在中巴里。哎，这边蹲蹲看好不好？这边蹲蹲看好不好？蹲那个索拉卡。索拉卡有闪了吧？等他，你等卡梅尔踢再出去。他没有出来。我觉得你就在这边蹲。他没有出来，他就没有出来。哇，两个哎！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伊德也在哦，伊德在哦。哎，中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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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！不要不要拉出来拉出来拉出来拉拉拉拉拉！啊，阿卡丽这样打你会残血。阿卡丽没大啊，阿卡丽没大啊，有吗？还是没大？有大还是没大？没大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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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大了。这波看一下，先给拉位，先给拉位。好。哎，可以哦，哎，别回别回，哎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他们小我已经捋了，我已经捋了，我这波没大哦。AD 状态很不好哦，要等。可以，我可以打。你们一样要去抓索拉卡哦，因为……等等，我把中塔摸掉，我把中塔摸掉。阿卡丽把 W 用掉了。阿卡丽没 W。我在推中，我在推中，我在推中。我十秒传送。先吃掉这个，先吃掉这个。好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干你！别吧，现在伊泽是真的是有点扯。我残了，我残了。等我小心，阿卡丽也在。没有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他们有接八楼哦，看到你回了。哎，没有，上面，上面还要压。没有，你们要把索拉卡的大绝算进去。索拉卡没大了。下路给我，下路给我，下路给我。你来装，你来装。八龙有机会哦。辅助看吧，辅助看，然后跳打野。再开了，再开了，再开了，开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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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传了，传了，传了。这边可拉斯哦。来来来来，谁打？谁打？我先在阿卡丽的位置哦，我保 AD， 我保 AD。索拉卡死了，索拉卡死了，索拉卡死了。哇 ，AD 直接被秒了。哎，保血鬼，保血鬼，保血鬼。拉着吧，拉着吧，拉着吧。哇，阿卡丽太扯了，他直接切来后排，我完全保不到 ADC 啊，我靠着他也没办法保住他哎。啊，炸了！哇，我细胞剑才有戏，我没有要阿卡丽的话，他有秒表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巴龙没掉，巴龙掉，我进一次，巴龙会掉，巴龙掉了，他们的死了，掉定了，掉了，掉定了，掉了，真的，哦、他们的死了，阿斯奇，你等下就不管怎么样，都跟着血鬼吧，因为他如果要打 AD。对对，你他开隐形，你这样只是浪费时间而已，你就跟着血鬼打到底，好吧？我们 AD 死，可是你不能让我们血鬼死。好。我血鬼装备吧，我们只要 hold 到，我们只要玩得到35分钟就有机会。清兵吧，清兵吧。太赞了！阿卡丽还在哦，他有杀我。嗯。打吗？他捋了。我是没反。我猜还在。
可以的话，尽量把经济都给我，把经济都给我，我跟血鬼就好。好。就你野怪什么都不用刷了，你就一直买红牌。你能扛他的线吗，血鬼？应该可以。我是觉得不太行，干他十五等。我们两个 KVS 等级都差三等啊，不要这里吧，不要打架。哎、欸，看一下鱼丸。好，我再看。等我有机会直接秒杀、哦。他们只要走到这里，我就喊。他们要转上。我在正面，我在正面，我在正面，我在。我在正面，我在。哎、欸，他们来了，我在正面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哇！哎、欸，我 Q 大了、那個！接接接接！辅助抓，辅助抓，辅助！啊、哦，我哎、欸，你倒，哎、欸，你倒。拉吧拉吧，拉不掉哦。那残血，多一个小金人。嗯，OK， 好了，可以了啦，亚军不错了啦，亚军不错，亚军不错，没事没事，没办法。我们团练不够多，做了一场好梦，是不是？还是要开学？翁凯阳的那个 cover 还是做太好了，他真的玩得不错，牛逼！应该不是他 cover 做太好了，是你们想的不够多。阿左老师在哪？那个啊。我不知道怎么讲哎、欸，我那条线是被推的，然后中路是爆线的，啊下路一开始 gain 赢了，但是还是输，后面还是输了。找组合打位，前面是有赢啊，可是中线就输了。来一波啊，干！